行程。మేకే ఫిజిక్స్ దాంట్లో మేదగ్గర బెండగడ ఫిజిక్స్ దాంట్లో ఒక్కరాద好人好事開咪咁啊，得閒你啊，而家個香港個疫情啊，算係放寬咗啊，好多嘢都咁。內地幾時會完結咧？你講內地啊？係應該會嘅。而家就係唯一擔心就個變種我哋估唔到嘅，咁咪有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咯。我相信中國政府好認真嘅。大家都認真嘅，因為你影響咗好大嘅嘛。但係點解內地會搞咁耐咧？我哋去外國去咁多，去泰國去咁多地方都冇嘢咯。好難比較嘅，國情又唔同，嗰個政治取態又唔同，到你嗰個行政政策喺你執行過程中好多人為嘅因素搞出嚟。你最重要都係我哋有個基本部咧，就睇到咧係。很多嗰啲幹部都違反了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啊！假大空，你唔好講假大空啦，佢有啲嘢同佢所講嘅嘢做出嚟唔對版咧，佢唔敢講，唔敢講，唯有咧就搞條線，咁搞咪搞條線法咯。即係最簡單咧，就係你嗰個清零運動點樣清零咩零咁呢啲。不是習近平的範圍的工作的嘛，其實整個中國的個疫情出現問題是不是啲專家問題嘛，不是疫情出問題，專家出問題，他沒有給過正確意見上給老闆嘛，被你看到眼見的烏蠅蛤蚱都清不到了，何況你看不到呢，等於而家俾你癌細胞，你點清咧？冇得清啦！全世界都有喎，個個人睇到癌細胞，即係話佢哋冇好實在去講真話。而家中國將來喺中央政府
就算未來的歲月，無論你哪個朝代，你都要引用鄧小平先生的實事求是精神。所以我們為什麼這麼尊重鄧小平前輩呢？他是一針見血，看到整個中國問題所在，就是不得實事求是。沒錯啦，所以這個呢真的要堅持的。你一不堅持呢，大家做一件工作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他有個想法，跟住有些私心的作祟，有些人類不正常的心態，又想人叻，又怕人叻過自己，又咁你咪省曬咯。有些特別喺度搞破壞咁啊。我最簡單的就係講香港嗰個環境，由毛澤東落嚟都要保持香港嗰個現有的社會嗰個自由經濟。嗯，冇人敢喐佢，淨係同埋俾一個決定咧，就要充分利用。變咗佢喺回歸之前咧，就算大家而家再睇翻中央政府，想包括習近平先生嘅理念，佢都話講不動搖不走樣。咁你成個中國共產黨設計咗套嘢咧，俾你去香港搞基本搞普通化，俾你香港有個自由貿易市場。完全跟國內不同，過很多政策啱唔啱？完全冇管制，你是很自由的，因為俾你咁多咁嘅優惠方法咧，俾你咁多方法不同國內一樣，你一國兩制咧，就係佢要保持香港嗰特別的獨有地位啊嘛，特別嗰經自由經濟的地位啊嘛。但後期好不幸。有內有外的因素，古靈精怪搞啊搞啊搞啊搞，又捲咗落一個政治嘅漩渦度啊嘛。咁跟住有啲人興風作浪啊嘛，有啲係睇住個主子個腰高啊嘛，有啲咧就淨係諗住香港自己出政權，好高壓手段咧就掂啦咁。但你掂完之後，咁你個香港嘅金融中心而家再保唔保得住咧？而家就最大問題呢度啦。因為你國內咧冇辦法有一個城市代替到嘛。第一，你的法制問題；第二，你冇嗰個外匯嘅自由外匯嘛。佢哋之前覺得上海、深圳唔係，你覺得係還覺得佢哋嘛？你個理想同你嘅實際執行咧兩件事嚟嘅。因為而家嚟香港投資搞嘢嘅人咧係外人嚟嘅，佢喺香港冇根嘅。只要你保持嗰個氣氛喺度。特別在嗰啲行政架構嗰度，而家你去外國地方投資啊，做就算做金融開個户口，古靈精怪，英國、美國你有排搞噶，係嘛？好多手續繁複噶。但係香港之前喺回歸前同埋剛剛回歸後咧，一樣保持到個好自由度高啊嘛。你哋做生意咁咪走去攞張商業登記證咁啊搞掂咯。你做生意揾個會計師整間有啲做定嘅有限公司等你買嘅。一個鐘頭內搞定曬，簽完名跟住開開檔咯。人哋外國肯嚟你香港玩嘢，或者入啲錢嚟咧，你就全部方便，唔係你嘅政治問題，而係你嗰個運作嘅問題，係比人優勝好多好多嘅。咁好啦，既然間你中央政府你自己都設計好多政策上咧，都係要保持呢一個咁嘅模式噶嘛。但點解你而家搞到咧？咁多嘢干預咧，你咁多政策干預，又要周圍開研討會，又要講咩精神，又搞乜搞乜？啊，驚你嗰啲咁啊，又有啲人啊打啲橫手落嚟，搞乜搞乜？咁你咪成套嘢咧，啲人咪唔敢嚟咯。你明唔明我思啊？所以咧，你係話你表面咧係我完全唔理嘅，特別喺個自由經濟嗰度，只要你一唔涉及政治問題咧，你就等佢自己玩。香港人好聰明噶嘛，佢自己識執生噶嘛，你唔使教佢噶嘛發達。因為香港啲人富貴發達咧，唔係政府幫佢發達噶嘛。係咯。啊，只要你政府定咗政策落嚟，佢又會根據你嘅政策由你骨一自己顧國事埋位噶啦。而家你香港你再想好或者點咧，當然係困難啦。你點樣吸引翻啲人嚟香港有信心？唔係，你打走啲雀，啲雀都。你唔好講打走先啦，咁你真係要更加做好多動作嘅。特別你香港是一個高地價政策，你要維持那個，因為你個香港地價一冧，影響埋國內，
國內咧，咁你嗰啲大地產商，譬如最近啱啱睇到個行小表㗎，係啊，李嘉誠長江啱啱買一幅地啟德嘅，嚟七千幾蚊尺啫嘛 ，A V。早輪嗰啲投到成萬幾蚊尺翻嚟噶嘛，我投嗰啲咪蝕到撲街咯。但係好啦，你唔再搞嗰個地價或者保持嗰個穩定嘅話咧，咁你大地產商佢個有錢，我唔可以唔入市嘅喎。咁咪拎啲錢去第二度買咯。你國內啲人又唔敢拎錢嚟買啊。所以你就要將嗰個政策嚟講咧，適當時間，你好似財政司咁。你又要局部即係要放鬆嗰啲辣椒啲嘢噶嘛？咁要吸引到啲地產都有錢落嚟投資先得㗎，係嘛？你都冇嗰個氣氛條件，我話而家你啱啱通咗關，嗰個市場好啲啦，咁啊變咗啲地產商有啲平貨又唔買咯。原本佢哋都睇定你個經濟唔好咧，佢哋會推出噶嘛，市場啲嘢平啊嘛，咁咪推出嚟你個市咪冧咯。而家又叫做佢哋都叫做好彩，你一通關。咁呢幾日大家睇到啦，個市場旺翻啲嘢旺翻，啊咁變咗啲大地產商佢揸住啲貨，佢又唔需要平賣。咁但係如果政府推出話要推出呢個虛擬資產交易呢樣嘢，又點咩？我呢個財政司咧就係拎佢打靶嘅要，喺度打靶。係啊，即係你拎個香港咁實淨嘅金融中心，唔係佢只有搞大富翁遊戲。第一，人哋未必嚟。第二咧，而家你就係嗰啲咁嘅比特幣啲嚇怕咗人啊嘛，你係搞衰個名啊！我哋香港唔應該搞啲虛無縹緲遊戲，啊！呢啲你翻去鬥搞就得，你唔好喺香港搞呢啲嘢。但係呢個財政司別何得何能有料啊？而家你個赤字都唔見咗千幾億啦，佢本身係完全冇料嘅，我話俾你聽。如果有料嘅贏錢啦，香港。看到個時代，看到美國加息，一早你做定咗啦。佢冇呢個咁嘅應變能力噶嘛，佢嗰啲係又係計啲死數嘅人嚟。好咗咩問題？嗱咁啊，內地嗱咁啊開始通關啦，咁誒有啲咩問題我哋需要留意處理嘅咧？無事啊，少出外，做好曬防禦措施，睇下佢嗰個情況有啲咩變化。咁香港嗰個醫療啊，各方面咧，大家應該係信心嘅。都係睇定。但最重要嗰啲老人家咧，一定要保温，一定要保温。啊，戴頸巾啊，戴帽啊，嗰啲最重要。第一問題。帶定吹風油。嗰啲啊，各適其適啦，你信者得救啦。第二個問題。嗯，嗱，咁啊，啊，大佬開記者招待會呢樣嘢，就大阿督察有咩睇法啊？嗰啲屬於市場嘅花邊新聞嘅，咁、但係咧佢引起咗好多啲現象出嚟。咁我哋立一立過所有嗰啲網台啊、港新嘅人咧，多數都企喺大樓嗰邊嘅，可能個個都真係踩嗰個消防員嘅。係啊，呢個事實嚟嘅，大家上網睇到噶啦。啊，即係嗰啲網台啊，我就唔明白。口径都幾引人。我唔明白蕭先生點解咁大仇口。有咩過節呢？咁大家聽下嗰啲人講嘢咪得咯，即係我又唔方便特別去評論啲人，我同佢有少少叫做交往過少少，就唔係咁大評論。好話特別啊，陶傑才子咧就仲厲害，啊喺個商台度一開麥咁啊，哇將阿蕭才子打咗落去係幫阿習先生咧搞毛澤東2.0。打壓啲打土豪分田地，咁啊嗰一劑都幾大劑噶，即係變咗個千古罪人，將阿蕭人變成係嘛？即係呢個就你當搞笑嚟睇啊，算啦。係啊，花邊新聞啦，咁呢個人嘅人格作風，社會自有評論，唔係話你個人行出嚟吹啊水啊認屎認屁啊乜乜文底就得嘅。呢個我哋又係要實事求是。咁你好在好在你啲網台聽啲人講乜乜乜乜乜，你唔緊要噶。你話唔該，你將你一生人嘅功績鋪出嚟咯，做嗰啲咩社會嘅事業都係，對社會有咩好處？呢個最重要，即係要，因為而家世界咧，啲人講一套，做有一套，佢做緊嗰時咧個心諗嘅有一套啊嘛。
因為人係最大禍，人可以偽裝。咁而家你睇，你如果你聽我哋中央嘅十八大、十九大到而家二十大嘅精神，有邊句説話唔好聽咧？聽幾時好聽？唔係，全部嘅説話都好聽噶嘛，為人民服務。冇錯。啊，我哋搞咩清零運動咧，都係保護人民、人民嘅生命咧、財產咧係最重要嘅。結果大家荷包清零。你揾唔到一句唔好聽噶嘛？聽啩。咁你何況你聽坊間呢啲咁嘅柴仔講嘢，係咪？咁啊，以前廣州有個大沙頭米鋪，叫信義城。信義城都死得話。啊，嗰、那個投翻去市場評論啦。啊，我哋係真金不怕洪火噶嘛，因為你一上去 Google search 我喺世界做嘅工作，我唔需要多講。第二個問題。嗯，嗱咁啊，外交部長啊換咗人喎、哦。應該好啲嘅，但最歸根結底，因為中國嗰個外交事務委員會咧，習先生做組長嘅。但以前我鬧阿王毅咧，係冇鬧錯，因為佢冇提出正確嘅真相俾習近平知，就係附和咗附和習近平嘅思想。佢仲要特登成立一個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。即係有咩事咧，都係習近平孭過呢個政黑衣嚟嘅。就算而家上咗政治局做呢個外事呢、這個外交事務委員會嘅辦公室主任咧，都要踩呢條友噶啦。但歸根結底咧，而家啲習近平咧係醒咗嘅，因為你搞到全世界都唔歡迎你，連我哋中國人都受害噶嘛。嗯。排斥你中國人噶嘛？而家啊，而家佢做外交部長咧，係正式執行工作。咁秦剛嘅學問同埋經驗都係好啦，但如果你習近平再坐喺嗰個外交事務委員會嘅話，你個觀念唔轉變，咁你佢要點轉變咧？俾一個字你啦，習近平哥仔，與和為貴，你就唔可以日日去將嗰個馬列毛嘅鬥爭咧，日日講喺口水邊噶嘛。個敵人喺邊度唔知道，就算你面對個敵人，你日日要講鬥爭，你自己都唔開心啦，鬥到人哋對你好大意見。你唔好講人哋先，你講你自己啊！你充滿曬負面能量噶嘛？你又未必鬥贏人，但你已經自己同自己鬥爭噶啦。你嗰個負面嘅能量嚟噶，習先生，你小心呢樣嘢。所以我哋中國咧，全部咧就叫啲幹部。乜嘢都以和為貴，好啊！如果對方有唔妥嘅話咧，都唔出聲。你要再另外一個渠道咧，想辦法炮制佢，就唔需要公開講嘅。但係而家嗰啲宣傳成日都提呢個鬥爭思想喎、啊，要咁咪撲咗街咯。係咯，個世界咁大，你有幾多時間去同人鬥爭啫？啱唔啱？嘥曬。咁另外一啲問題咧，即係話，譬如話，喂，點解佢將個美國當咗係呢個敵對？外國勢力咧，咁究竟美國係咪真係有個用佢嘅美國展開勢力咧，嚟想搞殘你中國咧？呢part我留翻同阿台長開咪講，呢、這個比較背後咧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。咁啊，大家又等緊嘢啦，咪住。仲有邊嘅？仲有嗱，而家中國四圍招商個效果點啊？佢啊周圍去。但個個同你 say 個 hello， 完全冇料到。因為你而家嘅目前嘅環境，個社會唔安定，你個疫情未埋尾嘛，邊度敢嚟啫？係啊，係嘛？所以我相信佢呢個係做工作佢要做嘅，但係冇效果嘅喺一年半載。咁香港都香港，你唯有你就係靠翻中國佢落嚟幫手搞翻個外市場。跟住咧，佢仲可以有招咧，放寬外地啲人買樓入嚟居留嘅，即係話你買一千萬嘅樓，咁可以落嚟攞身份證，呢啲要做嘅，因為你刺激翻個市場啊嘛，啱唔啱啊？嗯。特別你啲辣椒一定要減嘅，你咪最好咯，你揾啲有錢嘅國內嘅人入嚟投資咯，可以攞居留權咯，係嘛？以前佢哋都試過㗎，咁而家你照中呢招，咁你都頂住個樓市。咁你而家你香港主要喺個樓市嗰度咧，反映個社會經濟啊嘛。咁你人潮旺咗，跟住又
擴大啲，將嗰啲外資點樣可以 call 翻嚟香港做嗰個經營嘅地方咧，有一個據點咧，佢都有歷史喺度嘛。咁啊，既然間中央政府度身訂造俾你香港咧，係玩呢個自由經濟遊戲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啲年輕人各方面咧，儘量少涉及啲政治問題咯，因為呢個係佢哋嘅死穴嚟噶嘛。因為你一搞政治問題咧，有好多啲古惑仔啊，嗰啲土共啊，就抄啲嘢出嚟，佢搞風搞雨咧，佢自己有著數啊嘛。唔係就唔會有港獨。呢個唔係老細諗噶嘛，因為你俾佢哋裝你彈弓搞曬畫面出嚟，幾萬人瞓喺中環，跟住啊2019又喺度搞嗰個送中條又成，咁你究竟你鄭如娥係咪無間道咧？我未知。我未知啊，佢係咪無間道？我真係未知。咁希望中央政府咧都成立個小組咧查一查，究竟邊個要搞出嚟先呢個送中條例？原本不嬲都有條例，有個慣例，將個疑犯交俾台灣嘅。係啊。點解有咩理由要搞到咁樣咧？呢個真要徹查，要追究責任嘅。其實你唔可以執執搏嘅，就算你國內嘅清零運動，你都要追究責任㗎。你追究責任之後咧，大家咪唔可以再錯咯。呢個係正式做工作噶嘛，你唔檢討唔醒，大家等個時間過咗去執執搏算數。咁咪最興係咁咯。呢個唔係做事嘅方法嚟噶嘛。就算你民主黨歪公民黨搞民主運動啲人，你自己都要去檢討嘅。你搞呢一個民主運動喺香港，點解搞到今時今日咁？你哋有冇反思你啲民運分子害到成700萬香港人俾人打壓咧？你話喂，你又好似犧牲啦，拋咗喺個監倉度，但係而家喺度生存緊嗰個700萬嘅香港同胞，俾啲咁嘅政策打壓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咁你啲搞屎棍當年有冇考慮過咧？冇。咁而家你咪要檢點咯？你個人如果你唔識反省、唔識檢點嘅，你都唔係人嚟啦！你冇分別是非黑白嘅能力。睇我哋喺台長度開麥過嚟，而家嗰啲泛民經理係假嘅，咁啊踩到好多人嘅尾噶嘛，因為個個用緊噶嘛。喺中國，哇！咁個個唔會認衰攞錯經噶嘛，又唔會認衰自己做錯咗嘢噶嘛。你話佢話信咗幾廿年，佢個老媽子成家人拜觀音拜咗幾代嘅，你話嗰個你話流嘅，咁佢面子點攞得到啊？因為好少人咧可以即刻反省嘅，但你可以唔反省，但可以你揾啲資料咧去 search 我哋講嘅嘢啱唔啱先。如果你啱嘅咧，你再拗咧，咁咪抵你死啦，係咪？死不悔改啲人咧，我哋亦都唔需要理佢，呢個係佢嘅命運嚟㗎嘛。啊，好，係咁先得啦。下次再見。